猫咪尾巴翘直直的，竖高，有点像碰碰车那根电线，其实是代表它对这个环境或者对人的信任，好开心自然。那有时候你会看到它很快的像甩，像鞭子一样在拍打，好像多长多半是因为猫咪它感到不耐烦、焦虑、紧张。那像瞳孔的话，你会看到像斜猫这个电影猫放到非常大一个圆圈，它其实是非常的兴奋，而不是为了装可爱。然后非常兴奋的时候，胡须是往前竖直的，会整个立起来，好像个手掌往前竖直这个样子。那在紧张的话呢，它耳朵是往后折平，有些人说这个叫飞机耳，像飞机两边翅膀要往后折。还有猫咪声音的部分，像大家最常知道，猫咪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发出一个震动的那个声音，代表开心之外，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猫咪受伤了，透过这个声音促使它们伤口愈合。那有的时候你会看猫咪生气的时候会发出哈气的那个声音，其实在模拟像蛇这个动物。猫咪会运用四个手段，然后逼退其他动物不要靠近它。其实这是对于他们对于地盘陌生地盘的依赖性或信赖感，差别主要在于这边。就我的观点来说，其实我不太建议让猫咪外出，因为外出其实有非常多的风险，譬如说有毒植物，猫咪的有毒植物比狗多非常非常的多。那还有交通意外，猫咪被摩托车撞，或者是其他动物具有攻击性动物，譬如说狗。那如果你要带猫咪出门的话，我建议一定要系上细绳，最好再待在安全独立封闭的空间，比如说你住在高楼大厦有中庭花园，中庭花园那种地方，你可以带猫咪去，或者是你们在楼梯间活动一下。毕竟带猫咪出门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让它运动，这也是我们希望的，确保它身体健康。最常听到的是猫咪乱尿尿是因为想要报复主人这件事情。猫咪乱尿尿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气味的熟悉感跟和谐，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我们临床上做讨论，大概有60%的几率是因为生病的。所以当猫咪有乱尿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会建议饲主先带猫咪到动物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第二个是我们再来从环境来做一个讨论，是不是猫砂盆太脏了，猫砂盆的数目不够多。再来，很多人也有听过猫砂盆的数目是猫咪的数目再加一这个讲法，正确的说法是一只猫需要两个上厕所的地方。猫咪在户外大小便都是分开来买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买了一个猫，买了两个猫砂盆，结果摆在同一个地方，对猫咪而言只有一个厕所而已。这个问题其实很像你打开厕所看到一个厕所有两个马桶并排在一起，这么荒谬一样。其实我认为最科学的做法就是透过响片训练，就是说我手上这个东西就是响片，这响片很多人都误认为是响板啊。其实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可以透过按下这个声音的方式跟正向的一个物品做一个连接。那这个东西的功用最主要就是让这个声音跟奖励绑套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让猫咪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想到好的事情，比如说你很乖，你很棒。当他了解这个声音的目的之后，我们就跟猫咪建立起一个很正向的沟通语言。